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慧玲，欢迎收看今日婚礼新闻。担任电销单市地中卫区桂林湾港启用，为了创造新兴生活圈，桂林县政府特别在中卫区规划兴建岛南销单休闲娱乐中心。这项计划得到国际赛主会支持，特别募集1300万兴建赛主纪念公园。即间办理完工开幕，并且证实县政府、县政府希望做出提升生活品质以及休客空间，让岛南镇成为美学书写城市。三、二、一，停电台。在众人的见证之下，启用仪式落地开幕。岛南小东市地中卫区旧年完工启用，为了创造新兴的生活圈，桂林县政府特别在中卫区内底特别规划兴建岛南小东休闲娱乐中心。这项计划嘛，得到国际赛组会支持，特别募到1300万元来兴建赛组纪念公园。这嘛是桂林县内头一座赛组纪念公园。非常感谢我们张县长能提供这一块公园二的土地，让我们狮子会来建置这个狮子公园，也呈现我们狮子会跟我们县府这边的合作，来为社区提供一个休闲的地方。桂林县长张丽生表示，小东市的中卫区整体开发规模高达1500万，目前县城土地分配已经达到80%。同时，伊个来兴建的岛南小东休闲娱乐中心，内底将来设置游泳池、商店、餐厅等，期待会当将小东中卫区来打造成婚嫁人种新消费地标。我们也在这里啊，已经啊，小东的休闲娱乐中心啊，斥资6亿元哈、啊，我们也在现在已经整个细部的规划已经完成哈、啊，那也会很快来招标。那甚至呢，我们呐、啊、在这个地方未来会有转运站哈、啊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小东休闲娱乐中心呢、啊，未来也是一个清创的一个基地啊。那不只是呢，我们呐、啊。整个50米还有25米室内跟户外的这个游泳池啊也会来成立啊，包括这里也会有商店街的哈，甚至呢我们会成为一个运动的一个基地啊。今日这个婚礼头一座的赛组纪念公园，会当来提升生活品质和拓展休闲的空间，为乡亲打造舒适的生活。记者丁佩莹采访报道。